冷冻减脂的原理是用低温去把这个脂肪造成凋亡，凋亡之后身体再去吸收。那它的低温呢，大概是10度或是11度 C。那凋亡之后呢，身体慢慢吸收，2个月之内就会发现效果。它的原理是1976年呢，有一篇文章叫 Popsicle Paniculitis， 它是一个小朋友吃了冰棒之后，那发现两边脸颊红起来，那后来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他的脸出现一个像酒窝的状态。那些科学家就认为说，是不是低温会造成这个脂肪的凋亡？那后来在2009年，美国的一群科学家才慢慢的把它创造出一个机器，那接下来通过美国 FDA 的认证才上市。所以我想原理大概就是因为低温的能量造成脂肪的凋亡。